那我们这些为了生计碌碌奔波的，依然是碌碌奔波。科技的革命、社会的进步、好听的字眼，我们都是被这些字眼蒙蔽自欺欺人，没有错。其实聪明的人还不少嘛。人类生活根本就是毫无意义，每日每夜都对了所谓的劳动挣钱糊口，然后社会进步都是跟科技越发达，你的就是要使就是人工 AI 是可以存在，但是不能替代劳力。那这样你替代劳力之后，就是机器人归类在世界中，哎，那只像那种操控机器人了。那如果只要机器人一个故障一个停摆，那世界产线都大停摆。所以如果是工厂的话，建议啊，就是不要去做什么叫用什么机器来代工啊。如果真的一坏掉的话，他们产线都是落后到不是他们机器人，因为机器人设定是已经预设好了。那如果你们把它修好，要跳脱那预设值的话，机器会更容易坏掉。所以还是人力好，因为人力至少人生病或是出了什么意外，还有人可以代替。对，加上你教一些教育要做好，这层面是需要的。但是 AI 的话，看情况。那，对啊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结果我们的环境减轻劳力，我们生活会困难重重。对啊，就是你不加班就没钱领，不好意思。你就回家睡觉，吃自己这样子，类似这种感觉啊，当然没有那么夸张。难道我们现今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不是这样的吗？一半啦，一半是人的心态所为啦。虽然说你每天都是上班下班这样子加班，哦，好辛苦。对啦，机器工厂在制造机器，有什么比这个工人越来越多，机器越来越进步，生产竞争力？竞争压力越来越大，所谓的品牌不应该是用机器。讲真的，机器做的，你是说机器做的，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，就不能这样子啊。透过劳动向自然界索取物质，这就是原本的需求。希望越小，幸福越大；希望越多，自由越少。主要希望呢，我希望赚多一点钱，就必须得牺牲自由。所以说，你打算罢工或自由行示威抗议政府社会制度？您在做什么？其实最近政府加强警察治安的争气制度力度，争气力度，清扫所谓的潜在的社会不安子，就所谓的独裁。哎，我的家人并不想，我还有家人并不想吃牢饭，所以我想赶快去找一份工作糊口。那么祝你好运了。辛苦您了，你讲的都是站在着我们的心声。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往哪里走莎莎，我们要往哪里走啦？我看一下，现在是商业区。我真的不知道往哪里，而且我按虚幅的竟然不能跑，这什么鬼啊？那边有人呢，跟他讲一下话哦。万岁万岁万岁！好好好，点点点，怎么你不同意吗？还是你是在同情那？好啦好啦好啦，这也不是什么同情不同情啦。强占别人国土就是不对啊，就不能好好的用和平的方式吗？这世界上也没什么和平啊。我家住在这吗？不是哦，这是铁匠铺。我家住哪啦？反正我真的不知道我家住哪。那边有人呢。我家到底住哪里啦？我连我家都找不到，都是怎样啊？走这可以了吧？行政区不行。我不能 shift 跑步可以啊，看起来没跑而已。我找不到我家在哪，为什么？我家住这吗？这什么？空房，没有必要进去。我家到底住哪？
老爷爷，是不是你？鲁塞亚人可以证明什么？显然你找错人了。我是拉格姆的最爱，让我在这边喝酒吧。我是要找那个，没错啦。我家到底住哪里啊？只说在我这边东北方是吗？给的 range 也太大了。总之不能跑出这地图外，真是麻烦。这里吧，这一定是我家了，没有第二个选择了吧？对吧？应该没有其他选择了，先存档。写入日记，既然念那么多字，其实这个是台湾制作的，所以里面它会融合了一，应该会融合一些台湾的目前的状况吧，就是有点借镜嘲讽的感觉啊。高级公寓，哎，这是高级公寓，原来这是高级公寓。哎，我家到底住哪啦？我现在连我自己家都找不到了。我家到底住哪里？这是我家吗？您好，汉斯先生。哎呀，小斯拉萨，您回来啦！哇，他人物里面那么瘦，结果 CG 有这么胖。你好啊，别洛夫先生。这个月房租我先放这边给您数一下。哎呦，500卢，确实收到，谢谢。只有您呐、啊，和其他人不一样，从来都是按时交房租，一次让人还让人一次拖延让人催账的事情没有发过，真不愧是当过贵族的人呐、啊，您过奖。那先这样子，我有点事要忙，我先看新闻，什么事了吗？事情可不小呢，这下令整顿治安，首要一条就是严管。鲁塞亚移民，还要对一些移民社会组织重新审查，又要整理出什么事情来？不过像您老实本分又重视荣誉感的人，自然不用担心。他是白押的，大家应该不知道。还有另外一件清早的事，鲁塞亚边境有一辆200万联邦佛被人抢了，奇怪的是。押运的士兵有人受伤，干部一名失踪，一分钱没有少，就你说多么奇怪。那么我先回去了，您慢走，就是我做的，汉斯房东就是我做的，凶手就在你面前呐、啊！事情传得真快啊，还是先回去见我二楼的201号房吧。OK 啊，我可以偷东西吗？好像不行呢、欸。好了，先见我老母。好了，先见老母，老母，我来见你了，老妈啊！哎，这边都没有门牌号码哟。母亲，哎，我猜对了，大人应该会很高兴吧？哎呦，母亲这么漂亮哦！哎，我刚不是已经先开门了吗？是莎莎吧，请进。母亲这么漂亮，母亲大人。怎么了吗？哎，没有 CG 图，为什么？什么事？果然，什么事情在你面前都瞒不过去。当然啦，莎莎安妮亚是谁啊？我从小都看到大了，而且高兴的事情都写在脸上。作为母亲，如果要是不知道作为母亲就失格了。别这么说，母亲。真红之眼，哎，真红之瞳，这是真红之瞳。天哪！在战乱里遗失，我以为在战乱再也找不到了。真是，母亲大人，别这么激动，身体别要紧的，不用紧，我没事的。萨萨，倒是你在哪里找到的？我是在古玩市场找到的，对方不是货，我只用我所打够的钱买来的。这样啊，谢谢你，萨萨。不过身体也很重要，不要因为打工，其实我们是做白鸭工作啊。打工只是代替，不想让母亲担心。但莎莎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她哪一天在战争中受伤的话，她母亲怎么办？对啊，战争就是一回事啊。那母亲告诉母亲告退喽，战争就是如此。中纺少女，哎呦，可是我比较喜欢娜迦哎，没关系啊，就这样子好了。哎呦。安妮亚，被拉过来了，在古玩市场。